久没在里面玩，波婷？他说他我不行自己去。说什么？他们说只能超过6岁，6岁和我是说0到4岁才行进去。那里是0到4岁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去。那只船终于可以进去啊！那只船可以啊，可以进去进去。哪个窗户？掉门啦！窗户关掉了。门啦！你怎么不在水里玩啊？快去你的那个玩，就在这边。我想要在水里面玩。那你要不要出来？你这哪里是脏脏的？哪里？为什么是脏脏？那刚尿了。那尿在那里。要不要换水？怎么打人了？怎么不带游泳帽？那没关系，你金伯婷，你再不下去你就出来喽。金伯婷，我刚刚也尿尿了，我要带着游泳帽。好，你站着站着，那你。